王铁锤这盘棋下的实在是太牛了，竟然把校长都给干趴下了。尤其是最后一步棋，围观的老大爷纷纷竖起大拇指。我们来看这边精彩实战，刘校长来了一个当头炮，王铁锤马来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。那铁锤呢，虽然说是个女流之辈，但是呢还是非常有绅士风度，来了一个车头平复马。红旗呢跳个编马。哪个兵也不挺，那黑棋呢？先挺个七卒，红棋呢来个五七炮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，这样呢就形成了五七炮双直车对平复马的一个套路。这个刘校长呢，他非常喜欢走这个五七炮，人家也给他起个外号，也叫五七干校校长。那走到这儿，黑棋呢主要有三种变化：炮二进二，准备上马打车；一个呢就是。炮二进四封这个车，还有实战的炮八进四封这个车。那黑棋呢进车，准备啊赤足压马，黑棋平炮吃掉保住，保住之后呢红棋呢退车，黑棋在这里啊也有上马的，你顶我再回来给你对车，在这里呢他选择了补象，红棋进兵，黑棋上马。下一手准备踩个双，一般的红棋啊都是顶住，然后呢黑棋吃过去，它再吃过来，在这里呢它是走到另外一个变化，直接吃掉。那黑棋肯定是踩进来踩双，红棋也有化解的手段，平过来，双车夺炮，黑棋吃掉，红棋踩掉，黑棋把炮吃掉，红棋呢把炮吃掉，双方进行一个交换。黑棋一招飞龙在天，把这个过河兵给他干掉。红棋呢，选择一手兵五进一，哎，你这个象一飞，中路空虚了，挺住兵，直攻中路。黑棋呢，几点下二线，以后呢可以跳编马，还可以啊，直接士一踩打你的小马。红旗呢，在这里选择了兵七进一。这个棋你要是踩掉，走到这儿，如果说你来踩士，那他呢就给你吃掉。你再开炮打掉，哎，他就平过来跟住你，不让你下底将军。当然呢，走到这儿，黑棋呢是选择了跳边，准备呀，炮打马。那红旗呢也并没有选择这个上马，你要是上马呢，他可能啊就退回来拉住你，以后有踩象、有平炮这些手段，在这里啊，红旗走得很凶，直接进兵，马不要了，那黑棋肯定不客气了，开火敲掉，来一将，补手士，哎，往这儿卡住象眼，来一将，让你这个象啊回不来。走到这儿啊，他选择了一手架中炮，架摆中车，准备啊打象或者说车吃象来抽将。这个棋走到这儿，他可能啊走这儿来跟住这个炮，或者说回个马，回个马踩象，这样呢比较好。你要是先把炮躲开呢，他就跳进来，这样呢你平过来之后。红旗呢，在这里有步好棋，就是啊，退车陷车，你不敢吃，你要吃一跳是个杀，这样呢，你退回来一吃，他呀并不吃马，过来吃炮，你把马吃掉呢，他把炮吃掉，以后这个小马呢还是要给你弄死，你回马，他就把炮一吃，黑棋呢来一将，红旗呢就上帅，这样呢。双方啊，互缠，在这里呢，他是摆了一手中车，那黑棋呢化解的非常好，平车，哎，这个炮啊就弃给你了，但是你敢吃吗？你要是飞掉，那他呢一回马，吊住杀，踩着车，立马哭。那你要是用车吃象，那黑棋呢就把这个象一踩。你啥也抽不着，你又没办法抽车。
你要是平局过来，来杨家这抽这个马，那这个就不得了了。我把老将一出，下一招杀士可就要了命。你还得补士，然后呢再进个底炮。你平局过来没用啊，这个回马一将就要了命。等你出来，他再来一将上来，然后呢进，下一招采士，你一上来退炮一将就要了命。等你上了三楼，哎，他再来一个呀，退车捉马，掉头呢要命。你回去，他就再进一步。这个棋啊，这个红棋啊顶不住，黑棋攻势如潮。所以说呢，走到这儿不能下，不能吃，他选择了先补一手。那黑棋呢，直接象踩掉，以后下底炮，他选择了过来捉一下，这个棋啊就不如啊顽强一点的走到这儿来。那他在这平过来，你现在不能再捉了，你再捉他一回马给炮生根，还是要硬往下捅啊。他就选择了吃掉，那黑棋呢也是回来，红棋呢并没有选择一将他来对车，他是选择了出来，那他呢还是来一将。上来，黑棋呢还是回马，下一招还是踩底是一将，底库一扒，你士不动，只有上到三楼，然后呢退炮一将也就结束了，啊，直接上到三楼，那黑棋呢把兵一打，他也不怕你将军，你将军我就跟你对车，我人多打人少，流氓战术。红旗呢回一手马，他回一手马呀也是暗藏杀机。如果说红旗一时不察，黑棋一时不察，过个瘾来一将，那完了。他有一招回马把车拦住，这边呢叫杀，你过来对车，他可以啊不对，躲开。这样呢还是要把这个马呀吃回去。所以说呢，黑棋一看他想回马把这个车给盖住，那不同意上马，红旗呢就开炮打一将，黑棋呢直接出老将。红旗呢，再退回来吃马，黑棋呢是选择了连环，连环住之后，红旗呢选择一手上马，这招棋啊是一个漏招，好像挺厉害呀，打着马要得子，马走了还要踩这个，这个马跳开呢还要这样来，但是呢，黑棋一招回马将军，这个小马呢就没了。回来，然后呢，把马一吃，又少一个，少俩了，怎么办呢？红旗呢还不投降，停过来，准备干啥呢？一将上，再退一将，你不敢下，下的话进炮，你上到三楼呢，他就进兵，再来一将。那走到这儿呢，黑棋呢是选择了一手啊上士，其实呢这个棋啊没必要上士，黑棋在这里啊就可以选择现车了，他没有，他是选择了一手上士。红旗呢来一将，退回来叫杀，哎，他还是可以现车，他没有退回来守一下，那他呢来了一个退炮打双马，那黑棋生气了，我已经让了你两招了，那不能再让你三招啊，不能跟武侠小说里面这个两个人比武似的，我先让你三招，让了两招你没得子就算了，这第三招不能再让了，再让人家要打你马了。黑棋呢，果断出手了，弃车。那红旗敢吃吗？红旗如果说敢吃车，黑棋呢有一个跳将，这边出不来，只能出到这儿来，然后呢再跳一将，绝杀无解。那不敢吃，只有躲。哎，那黑棋呢不依不饶，再来一招现车。这招棋走啊，红旗就要掀桌子了。为啥呢呀？不对不中了。你再躲开，还有一将，你只能上士，杀士一将，只能下去，再来一将，这还敢下吗？下的话，这个进炮一将都绝杀了呀，只能上来。然后呢，再来这个马五进六，来叫杀。
现在退居是杀青，你只能吃掉。然后呢，再跳一将，这个车呢也就没了。